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进步以及社会安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那我们的税有非常多种，有不同的税率、课征方式还有期限都不同。进入下半年我们要缴哪些税呢？今天为您邀请到三位专家带大家来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税务局使用牌照税科科长江淑清。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淑清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税务局地价税科科长刘秀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刘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纳税服务科科长简素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简科长好。先大家来看看哦，就是我们的国税跟地方税有什么不同。这里是客家文化馆，是地方政府运用地方税打造的文化园区。什么是地方税啊？地方税是指地方政府征收之用的税收，如果是由中央政府征收之用的税收，则被称为国税。像是有名的石门水库是由中央政府维护的，相关预算就是由国税之印。关税由关务署征收，综合所得税、盈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特种货物及劳务税、遗产税、赠与税、货物税、证券交易税、期货交易税、烟酒税由国税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捐机关征收，地价税、田赋、目前停征、土地增值税、房屋税、契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印花税。这些税每个人都要缴吗？不一定哦，这要看你在日常生活做的事情是不是法律规定要课税的行为。例如买房子要缴契税，卖土地有增值要缴土地增值税。还有像是有房子每年五月要缴房屋税，有土地则是每年十一月要缴地价税。如果家里有汽机车在151cc 以上，每年四月就要缴纳使用牌照税。另外像是看电影、听演唱会、去游乐园，其实票券都内含娱乐税在里面。缴税有优惠吗？有啊，像是自住房屋就可以申请适用1.2%的优惠税率缴纳房屋税哦。另外做自用住宅使用的土地，只要土地所有权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设好户籍，没有出租和营业，并且在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当年地价税也可以适用2%的优惠税率呢。这么好，我要在这里买房子自己住。公主，您才18岁，年纪还小，还得要跟国王同住才行。我们国家的成年年龄已经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且从1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所以月薪可以适用相关租税优惠哦。公主，请带我走，我不要一个人回去啦。好可爱的动画，不知道看完这个动画，大家有没有对国税跟地方税有更清楚的了解呢？那我们基隆市税务局是属于地方税，地方税有哪些呢？我们要请教淑清科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组长好。那个有关地方税的部分呢，我这边有大概列一下，就是那个牌照税的部分，就是一些那个使用公共道路的交通工具，那包含那个汽机车，那以及那个船舶，只是船舶我们基隆市是免税。那那个房屋税的话，就是附着在那个土地上的各种房屋哦，那以及它可以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这一个部分的建筑物也算。那地价税的部分呢，就是已经规定地价的土地，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是那个土地税法第22条所规定课征田赋的这个部分，但田赋这个部分目前是停征的哦。那还有就是土地增值税的部分，土地增值税就是刚刚讲的已经规定地价的土地，它如果在做土地的一个所有权的移转的时候，就会有土地增值税的部分。那契税的话，就是那个刚刚所讲的那个不动产的这一个部分呐、啊。
房屋等这个，如果对你做了买卖或者有的像赠与啊、承典这些部分呢、啊，就会有所谓取得他取得这个所有权，他就会有一个契税的一个课征。那娱乐税部分，它包含娱乐设施或者娱乐场所的部分哦。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公演，它办理那个演出有收费，这些部分它就会有课娱乐税。那还有就是印花税，印花税你可能在办一些像你有些收据哈，你当成银钱收据，或者是你可能在买卖动产的契约，这些部分承揽契约啊，或者是那个有办一些分割不动产这些部分的契约，它就必须有印花税的部分。那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会发生的一个课征的时间点，像使用牌照税这个部分啊，就是在每年如果是自用的话，就是每年四月；如果是营业的话，营业车它就分为上期、下期，那就是四月跟十月的时候课征的。那房屋税是在每年的五月，好，五月的时候课征。地价税是在每年定期是在十一月课征。那如果是土地价值，土地增值税这个部分，就是你如果有刚讲的那个土地的一个所有权移转的话。那这个时间点就会课那个土地增值税，如果是契税，就是你刚刚不动产，例如像房屋买卖，对你这个时间点就会有契税的部分。那娱乐税的部分，它是例如像我们现在房间看到的一些像那个电影院，对电影院，还有那个 KTV 室，或者是像那个娃娃机，其实现在又有分，就是像那个一些那个选物贩卖机，具娱乐性的选物贩卖机，还是一些网咖啊，那个舞厅啊，这些部分它有分两种，就是说原则上我们是自动报缴，就是说，你可能透过你那个收了多少钱，你按照那个课征的税率，你缴纳自动来报缴。那另外一种，因为有一些它可能在会计制度不是那么健全情况下，我们会针对它的各个娱乐设施或者是那个场地，我们会有一个查定的。那这个情形下，如果是查定的部分，我们就是在每个月的那个次月的一到十号的部分，它必须要缴税。那印花税这些部分都是在那些器具的一个树立的时候，那它就要缴那个印花税。哦，所以娱乐税是每个月都要缴？如果是查定的部分，那有的是临时公演的话，它表演完以后十日内就要缴了，它就要来报缴。好，然后上面就是国税嘛，对不对？国税。国税的部分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所得税。所得当然它要分个人所得税或盈利事业的所得税。那如果说有的就是像遗产跟赠与哦，那还有就是货物税、营业税，可能跟民众比较常会接触到，可能就是所得税、营业税。那还有就是烟酒税，还有一种是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期货交易税、证券交易税。那还有一个关税以外，我们都叫内地税。那这个部分就是关税，关税就是，现在就是那个财政部的关务署在做征收。哇，我们这样算起来真的好多税啊！不知道你清楚了没有？不过没有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反正电话打来或者是我们上网查询也都可以查得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秀莲科长，我们要来谈谈地价税。有民众啊，就反映说他在基隆有三间房子，有三笔以上的土地，为什么他只收到一张要缴税的地价税单呢？那是因为啊，我们地价税它是采总归户制的，也就是说呢，会把在每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个县市所有的土地，它会把它合并计算总地价，然后再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所以每个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个县市，它只会有一张地价税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缴款书，你看像这个人的话，他的土地就总共有三笔，在税单里面就会看到某某地号等三笔，是这样子。那这边会有应纳税额，然后会有缴纳的期限。那另外呢，税单的另一面呢，会有这个课税的明细，就是等三笔嘛，是哪三笔，然后每一笔分别的税额是多少。对，但是当然，如果说你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个篇幅有限，最多只能印28笔。对，如果你有30笔、50笔，那这里就没有办法印了，就会收到2张了。
不是就没有、哦、就不会印了。那接着你如果还想要知道说，哎、欸，那你的各笔土地到底分别缴多少税、嗯，那你就要跟我们申请课税明细。哎、哦，我们下面这些表格可以让你填写，哎，就是填了之后，然后寄回来，免付回邮寄回来给我们。嘿，是那像网络上也查得到吗？网络上也可以，嘿，也可以网络申请，是这样子。所以可以鼓励大家，如果是真的很多笔的话，对。那像税单后面呢，我们也有各级税率，因为地价税它是累进税率，它为什么要总归户？就是因为它不是单一税率，它是累进税率，它有分了六级，它基本税率是千分之十，然后再来就是15%、25%、35%、45%、50%这样子，是。哎啊，所以就是说，变成说，你归户之后总地价多少，然后分别是用不同级距的税率，是这样子。所以土地越多要缴越多的税吗？基本上是这样。哦，长知识了，土地太多的话要缴很多税哦。那再来呢，我们要请教简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11月地价税就开征了，税务局有没有一些宣导活动？税务局为了要让民众了解我们地价税的开征，以及鼓励民众及时缴税，税务局办了一系列的活动。那其中有三项抽奖活动，今天要来分享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第一项就是行动支付缴税抽好礼，吼，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下载那个行动支付有一项台湾Pay啊，什么Line Pay啊，或者是悠游付等等，吼，你只要下载这一些Pay，然后用这些Pay去缴你的11月份开征的地价税，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抽奖。那我们这一次的抽奖会抽出厨师机。头奖是厨师机一台，另外就是那个500元礼券30米，这是用行动支付缴税的部分。哎、哦，那转账呢？哦，对，当然呢、啊，如果说你不是用那个行动支付缴税的，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多元缴税抽好看、哦。这个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缴税，你是在银行缴、超商缴、转账缴，只要你在11月30号之前缴税，你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多元缴税抽好看。然后这个也不用特别再参加，你只要缴税，我们这边有资料，我们就会帮你就是进行抽奖。那这个多元缴税抽好看的话，就是每周都会抽出30名，机会，总共就是300名，对，然后会赠送精美的那个背包。那如果你是很早缴税的人的话，就可以一直抽，中奖的几率就比较高。哦、嘿，然后第二再来就是好康山，就是说，你如果你在基隆，或许你可能没有土地，你可能是租的房子，或者是跟就是那个是国有财产局租地的，你没有地价税要缴纳，也欢迎你来了解，关注我们的地价税开征，那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做一个有奖征答，这个就是在我们税务局的网站的宣导园地里面有一个有奖征答专区里面，然后这个也会抽出60名，这个也会赠送那个超商商品卡。对，目前有推出这三项的那个抽奖活动哦，所以用那个很多的载具来缴费的，对，行动支付缴税的也可以参加第二项吗？对，都可以，都可以、哦、那就是用行动支付缴费的话可以参加3种，还不错。哎，是、哦、好，那提醒大家记得赶快去缴税，时间到11月嘛，11月30号前都可以来进行缴税，而且一旦缴税就可以开始参加抽奖活动。好，那另外呢，要请教我们的淑清科长了。刚才有说到这个使用牌照税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开征的税嘛？那它有分上半年跟下半年，什么样的情况这两半年、上半年、下半年都要缴呢？那个跟我这边有弄一个，就现在10月快要到了的所谓下期的使用牌照税哦。那如果是自用的话，就是全期的，是在4月的时候，每年4月就开征。那如果是营业用，就分上期跟下期。那上期就是一样是在4月，那下期就会在10月，那也是即将要开征的部分。我有把那个税单啊，把它放大，让观众朋友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缴那个牌照税的部分，其实它的一些要件就是，它会先考虑税额的部分，就是像那个它是属于哪一种的车种。例如像我这里的那个营业用的这一个车种的范例，就是营业货物货运易引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西数这里是12913，那它的期间以这一个下期开征是那个7月1号到12月底。那这个部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因为易引车它是以货车，哈，货车的部分，它这一个刚介绍这边是12913，它是货车再加30%，好，那这个部分就是10201cc 以上的，它的那个税率就是16200元。那因为加上30%啊，就会用那个130%去算的时候，它就是两万，一年的话是21060元。那21060元再分上下期，大家看一下这边就会有，就是变成上期跟下期就各缴10530。好，这部分就是我们会核算的，就是你是什么车种，你是多少的那个气缸容量或马力数，还有您的期间，那换算出来，您如果是营业，就分下期、上期的部分。那那个如果是150cc， 哈，150cc 的部分呐、啊。是免课，不用课，不用课，使用牌。所以说有些机车他会打来说，哎，我没有收到税单，哦，那他不用，150cc 以下不用。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了节能减碳，那个电动完全以电力为，哦，为电力为那个动力的这个部分，对对，电能为动力的这个部分，它也是不用到114年12月31号以前，也是不用课那个。使用牌照税，那这个这些部分不用申请，我们局自己就会帮你主动核免了，就不用免，就免征这个部分。那我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七月才刚开始的哈，这个部分呢，归户我们有在税单上有这个部分的归户的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部分也是为了节能减碳的部分呐，本来牌照税的缴款书是一车一个一张缴款书，那我们现在新的从七月一号开始，就是你可以申请归户，然后申请它是5个车，当然刚才讲的那个150cc 以下的跟电动车这些都不用，没有缴款书的就不用，你就不用申请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你五辆车以内。你如果是例如啦，举例好了，例如我可能有8辆车，那我来申请以后，我就会5辆拿到一张缴款书，另外3辆就又拿到一张缴款书，对，所以这个部分那是以一个县市好申请的部分，你只要在我基隆市，例如8台，好，那就会有刚刚讲的举例，就会拿到2张缴款书，那这样子你也比较方便，然后那个节能减碳嘿各方面的部分哦，好。那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说那个其实以牌照税的话，它有一些节税的比较重要一些部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哦。不论你或许家人或者是说你的亲戚朋友用得到的话，你大概就是一些我大概介绍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让大家能够知道，那或许有一些细节如果大家忘了没关系，也可以打给我们税务局那个免费服务电话0800306969，就我们都会有专人帮您服务哈。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供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车，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可能是本身身心障碍者自己的车，那自己的车我们是主动核免的哈。那如果是那个自己不是自己的车，又必须是身心障碍者，因为身心障碍的关系没有驾照的，那就可以申请配偶或者是他的同住家人的同一个户籍，这个要件是必须同一个户籍哈。那2亲等以内的家属，因为他就实际供这个身障者使用的时候，那他也可以来申请那个使用牌照税的身心障碍，供身心障碍者使用这个部分免税哦。那个。哎，所以不用缴税吗？哦，有的要，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它就是必须是我们只有限额，就是2400cc 以内免税。所以如果你超过2400cc 以上的，就会有差额部分是应该缴税。我这边有大概有一个例子，例如说这辆车它可能是那个2400cc。2400cc 到3000，那这个部分它本来一年的税额是我们以自用的小客车的税额来讲是15210，那这个情形下你2400cc 以内免税就是
那个11,234是不用税的，以外的3980元，就是3980，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一样会寄税单给你。那记得我刚刚有讲到哦，身心障碍本身的车的话，那个要申请，我们会主动哈，税务局主动核免，但是以外的哈，你就要申请嘛。那申请你就要记得，你如果你户籍，因为它必须是同一户籍内的二亲等，而且它必须是身心障碍，没有那个没有驾照的才可以。如果有驾照，他就必须是身心障碍者自己本身的车子。它其实是一个严格，就是说原本可能是让那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就是说他的车让他免税。那后来有些人他可能就说，哎，我其实我没有车，可是我家人可能是供我使用，就是在我可能去就医各方面的，所以才会慢慢就是，哎，那衍生出第二种。对，你如果是同一户籍二亲等的。那你就要记得他的要件是户籍必须同样在一起，所以你如果发生的两个车主跟身心障碍者没有同一个户籍，就会从那一天没有同一个户籍的日子开始要算税。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还有就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因为牌照税它其实是每天都算税额，所以你如果遇到有的人他可能是出国，或者是他车子他可能工作各方面他一个时间长期间他不想没有办法使用，或者他想要先暂停使用的时候，他可以去跟监理站那边申请停驶。只要从停驶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课征那个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节税之一。可是你可能要记得，你要例如你回国回来你要使用这辆车了，或者是你那个你有，就是说你原本要暂停使用的人已经消失，你想要用这辆车，你要记得先去恢复复驶，你才能开到道路上。否则你这段期间刚讲的停驶这段期间其实是没有缴税，没有缴税你又把车子开出去，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除了要补税还会有罚则的部分。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我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像有些车子他可能就发生的就失窃了。不见了，那失窃了，对，他就去警察局报案，记得也要去那个监理站办，对，就失窃。那失窃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你把这个部分，你只要在监理站那边办理完了以后，我们这个部分也是停征的，这个直到你寻获了以后，你要记得再去监理站那边办复，就是寻获，那这个之后才开始有课税。是，对，这些部分是比较平常可能民众比较会遇到的一些。可以就是节税的部分提醒给大家，是就是如果家里有身心障碍的需要协助的民众，那你就可以把握这一个机会，就是你家车子在2400cc 以下的都不用缴税，但是超过就要开始补差额。对，然后另外呢，就是150cc 以下或者是电动车，目前为止在114年前是不用缴税的，而且我们的税务局这边会自动帮你略过，也就是你也不会收到税单，也不用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收到税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常发生的就是停驶跟复驶这件事情，所以要提醒民众，如果你一旦申请停驶，你要再把车开到路上的话，那你必须还要再到监理站去申请复驶。不然你会被罚款的哦，这罚款应该也不少吧，对不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自用住宅的税率部分。然后刚刚说到我们的土地是2/1000，如果是自用住宅的自住的话，那如果这个人他迁出呢，就是空屋空户，那他这一个地段还是可以用2/1000吗？是这样子的，因为地价税那个要是用自住的优惠税率啊，其实除了没有出租没有营业之外啊，户籍设立啊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啊。对，所以如果说你的户籍真的迁到说，都没有本这个房子里面都没有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设立户籍在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户，其实这个是不符合自住的条件啊，所以我们会改按一般税率课征。是，那一般税率苛征就开始是多少？那一般税率的，因为我们地价税是累进的嘛，刚刚有讲到，那我们
基本税率就是千分之十开始，千分之十是，所以至少差四倍。那如果你是适用千分之五十五的税率的人，那就差很多了。对，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啊，如果你户籍真的要迁出的话，最好还是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至少保留一个人在里面，免得被补税。是这样。那有些人民众是因为不知道，他可能全家都迁出了，可是可能兄弟姐妹还有留在里面，住在里面。他觉得说这样也是可以，也是自己人在住。可是实际上这就不符合土地税法自住的条件了。因为要是土地所有权人的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设立户籍，这样才可以。所以民众常常犯的这些疑惑点都在这里，就是这房子是你的，但是你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没有直接在这里，但是有旁系亲属还继续住的话，那也不行，就会变成被扣千分之十，多四倍，所以大家要注意。好，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简科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应我们的资讯时代，有哪些网络的便民措施呢？因为网络时代，税务局有提供非常多的那个便民服务哈。我们有提供税务申办一便利，也就是说，针对网络或者是电话洽询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提供了这几项哈。第一项就是网站的线上申办，也就是说，比如说民众你用自然人凭证或者已注册的健保卡，或者是说用附件上传的方式来做线上申办。那我们税务局的网站目前有提供大概46项的线上申办服务，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电子税务文件，这个是即时的，就是说你申办之后1小时就可以拿到这个证明文件。那个这个的话就是到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那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注册的健保卡来做申办。然后第三个就是地方税的网络申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不动产要过户的时候，你就要来那个地方税的网络申报系统，用自然人凭证进来做申报土增税跟契税。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要补单的话，或者是说就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不用临柜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征期到了，然后没有收到税单，也不方便来的话，就是像晚上或者是已经非上班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利用超商补税单，或者是线上查缴税，这个都可以补税单，而且同时可以缴税。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后来最近推出的那个 LINE 智能客服，那目前税务局的那个智能客服跟财政部已经整并，然后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就是这个有这个智能客服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个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不管是地方税或国税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来询问。对。然后这里我要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可能民众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很好用，像这个电子税务文件，其实我会一直力推，就是因为它很方便。那申办之后1小时，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证件。然后呢，他在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做申办啊，你只要有自然人凭证、已注册的健保卡，像健保卡每一个人都有，其实做注册用健保卡注册就好了。对，注册完之后你就可以来做这个申办。然后这一张申办就是他会寄 email 到你的信箱去。然后这有个很好的，就是说这个 email 你只要把它自己印出来，就等同于是税务局核发给你的那个纸本证明文件，比如说缴纳证明，它就是等同于我们税务局核发的资本缴纳证明。然后它如果说比如说你我们申请的缴纳证明，那你是要给其他政府机关使用，对不对？它你印出来这个，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张纸，不是哦，它可以用你上面有一个扣，有一个条码，可以到那个网站去做验证，看你这张印出来是不是就是真的我们政府核发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等同于资本，所以这个是很力推的。然后因为现在是那个网络时代嘛，然后这样是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而是节能减碳。另外第二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这也是这一两年来推得很好，然后也很多民众在使用，就是我们跟地震就是有一个叫做税务地震服务那个All in one， 就是一条龙，就是说你如果有不动产要做申报的时候，以前大家一定会找代书来办理，对不对？现在其实在那个财政部的那个在那个
网络申报系统，刚刚有推介绍这个网络的那个地方税的网络申报系统里面就可以来做申办。然后它现在有改善，就是它是一步一步的导引式的那个申报。你可能不知道说，比如说我要做申报的时候，我要检附哪些证件，我要去查调哪些资料，它有一个就辅助系统，就是会导引你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你是第一次买卖房屋的，你要自己办的话，你也可以上来这里，因为它有一个导引。然后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资料呢，你会带着走，你会用一个 QR， 就是最后会产生一个 QR code， 你到地震那边。地震只要扫这个 QR code，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包括比如说我举例，就是你要是办一个那个继承或者赠与的案件的话，像国税局的资料，像那个完税缴纳证明啊，如果你已经缴完税了，那个就是在地震那边也都会收到，所以其实这是非常的，就是落实我们的节能减碳，还有这个线上申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所以也鼓励观众朋友来就是使用，就可以使用。对对对。哇，那代书不就要失业了？对，所以这个推出来，其实蛮多代书其实是反弹的，但是可是这个对代书来说也有好处，他可能以前要建一个案子要建很久，现在一进去之后，因为所有的资料，比如说从地震啦、从地震啦，他只要点一点就可以了，哦，他就不会，所以你还是可以找代书啦。对对对，还是帮你用电子来申请，是是是，效率提升很多。以前可能过户可能要两三个礼拜，现在可能就是提升一天，不用一小时。没有没有，还是需要，因为你还要去收集证资料，但是就可以节省到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哦，对，所以其实这个是蛮推的，而且这一两年这个就是线上申办的这个案件量其实越来越多，而且它这个系统因为两年来从一开始。就是开始产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代书或者是使用者的一些回馈之后，我们越改越好。像现在其实大家都觉得它很好用，很好用。对，好，有机会有用到的民众，有需要的民众，不要忘了自己试试看，你可以省一笔代书费。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有民众反映说啊，太久没有开车了，结果车辆因为逾期验车被监理站吊销牌照，要怎么办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淑琴科长来帮大家解惑。那个这个部分呢，就是他因为很久他没有去逾期，没有去验车嘛，那监理机关他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把他的牌照注销掉。那注销以后，这个牌照啊就是属于无效的牌。那无效的牌的时候啊，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他就要用的时候，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把车子开到道路上去，行驶公共道路。那行驶公共道路，它其实包含车子行驶在道路上，也包含停在路边的部分哦，路边停车啊、临停这些部分也都算行驶公共道路。那它就会被产生，就是说除了被查获到的时候，可能就除了要补没缴的，因为它税没有缴嘛，所以会补到他上一次有缴税的部分以外，另外就还会再罚，会有罚则的部分。那罚的话，依那个法定的一个罚则的部分是两倍以下。那两倍以下，财政部也有针对这个部分哦，定一个财罚标准，就是说你如果在一年内第一次抓到就是0.6倍，第二次就是1.2倍哦，那再来嘿，隔年就又这样，那或者第二次及以后也都是没有，就是两倍以下，所以就是1.2倍。对，所以他每一次罚就会罚到你上一次补缴税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可以不用被罚的情形。那告诉大家大概避免的部分就是说，例如像你车子被注销啦，那您就要记得你要去验车的时候，你如果车子还可以行驶还可以开的话，你要记得去请那个临时牌，好，去监理机关请临时牌，再把车子开去验车。那如果有的你已经不堪使用，你要去修车，你记得要那个拖车吊车把它那个送去那个修理完了以后，你请临时牌，你再去领那个是车牌，那这样你再开到道上就不会有被罚，因为他罚其实还罚蛮重的，两倍以下。是
是，大概如果可以开，那民众还是硬给他开上路，没有被抓到呢？你就是因为你的牌是没有缴税嘛，你无效牌，你包含像你有的车，他有的车是缴销了，他牌已经缴销了，或者像刚刚在讲的，他已经停驶了，这些情形下，他的车子的牌都是没有缴牌照、使用牌照税，所以这些情形下，你只要被查获到，你除了要补没缴税的那个期间的税以外，你还有罚则。被罚。对，那两倍以下，你看，你如果一年内第二次的 1.2， 那每一次你可能第三次、第四次又一个 1.2， 那这种情形下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是哦，反正大家还是遵守规则。如果你的牌照真的被缴销，但是你还是可以开的话，你还是请拖吊车把你拖到那个监理站来进行缴纳，这一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罚则的部分。哦，这是长知识了。那再来呢，要请秀莲科长跟大家分析一下同一层楼的部分。有民众啊，他就反映说，哎，他这一层楼，他楼上自住，楼下做生意。那请问这一整栋要怎么来算地价税呢？哎，是这个呢。如果说啊，你可以明确的区分，譬如说一楼营业，然后楼上全部都是做住家自住的话，那个这个我们可以按比例来课征优惠税率，所以就是说你营业的部分，非自住的部分我们会课一般税率，那属于自住的部分我们会用自住的优惠税率千分之二来课征。那或者你这个讲的是透天的情况嘛，可能楼上楼下，如果同一个楼层，就是同一个譬如说五楼，那我部分做营业，部分做住家自住的话，也一样可以照比例来计算。但是你住非住家的部分呢，最少面积要六分之一，是这样。好，也是长知识了。所以就是一整栋的话是按比例来进行分配的，都可以按比例，对，所以不用担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些缴纳的钱最后都进到了哪里，然后国家又帮我们做了哪些事呢？一块来看财政部和大家在一起。当我们讲到财政部，您会想到什么？99%的人直觉都是一个字，税，就是复杂的税制。您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和财政部密不可分。从日常消费会取得的发票到国土开发，从公益彩券到海关，财政部掌管业务广，早已深入你我的生活。海关为国际线上的守护者，肩负起坚守国门的重担，俗称海关的关务署，掌管关税等税费稽征、保税、查缉走私、贸易统计等。海关进出口报单份数逐年增加，每年已逾6000万件。查验通关的工作可是不简单，捍卫国人健康安全，强力查缉枪械、毒品、仿冒商品等违禁品，承担艰巨的查缉走私任务，少不了功不可没的小帮手缉毒犬。如果海关是国门守护者，国库署就是打理家中大小事的管家，主要掌管中央政府财源筹措、政府债务管理、国库支付和财政部公股事业股权管理，负责烟酒管理，更推动优质酒类认证制度，严格把关品质安全。国库署不只是个好管家，更是热心公益呢。他主管公益彩券，至今创造超过4000亿盈余，全部注入社会福利，照顾弱势族群。只要说到税，主要是赋税署的职责哦。赋税署主管19项税目，可分为3大类，有所得税、消费税及财产税等，每年的税收大约2兆元，占国家收入的80%，是国家社会进步的动力。除税收外，赋税署更重视租税公平与纳税者权利保护。为了落实租税公平，赋税署推动各项税制改革，更订定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来保障纳税人权利。每年缴税时间一到，您是否立刻心浮气躁？财政资讯中心陆续推出多项便利措施，包含税额试算、扣除额单据电子化、健保卡报税及 Web 线上版报税等，服务创新又贴心，让您快速又方便地完成相关税务作业。
为了响应环保，推动发票云端化，消费时可使用各类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立刻享有额外专属奖及包括兑奖等各项自动化服务。每年都有95%的报税民众满意财资中心提供的综所税电子化申报相关服务哦。不只是负责国内的财政工作，国际间的财政合作也是我们的责任哦。推动国际间税务、官务及财政交流是国际财政司的主要任务，协助台湾签订国际租税协定，消除双重课税以及降低税负不确定性，也推动官务合作，让通关更便捷，让台湾在国际贸易上更安全透明。我们生活中的公共建设，除了政府编列预算兴办，也能够结合民间力量携手促成，像交通、医疗、污水下水道、观光油气等，不但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创造就业机会，更带动经济成长。不论中央或地方政府，推动促餐司都扮演着良好的沟通协调者，积极促成政府与民间合作，共同完成公共建设。此外，促餐建设还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哦。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也就是耳熟能详的 ETC， 就是最佳代表作。民间投资72.65亿元，车辆行驶不再停车缴费，让国道畅行无阻。推动公共建设需要土地资源，全国的土地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其中超过60%属于国有土地，这都是国有财产署督导或管辖范围。国产署透过出租、设定地上权、委托经营、参与都市更新、合作开发等方式，发挥国有土地价值，找到最适发展。近年来，国土运用之成功案例，包含提供太阳光电设备使用、媒合环保团体认养以促进环境保护，充分展现跨域合作的硬实力呢。说不完的财政部业务，都是民生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更为台湾立下稳固坚实的财政基础。你我的生活，财政部都和你在一起。哇，可以看到我们的税务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人性化。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简科长，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跟上时代潮流，现在在 LINE 上面，你也可以来询问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听说都可以帮你导到正确的方向哦。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 LINE 上面问我们这个财政部，对不对？财政署，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对，民众其实不管是有什么税务上的问题啊，比如说你会觉得哎，这好像很简单，这样打电话去问会不好意思啊，你就可以在 LINE 上面的那个地税，它的名字叫地税小帮手，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这边询问。那如果说你比如说啊，我要补税单，哎，那你这种因为补税单其实你是要输入身份证字号，这种个资的话，因为那个 LINE 其实在个资方面其实它的安全性是有疑虑的，所以我们就导你导到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电子税务文件啊，或者是本局的官网，或者是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这些都可以申办。那你只要点它的连结进去就可以做申办。对，所以你不可以在你的 LINE 上面输入你自己的个资，然后叫他帮你印税单出来，你会收到那个入口网站，然后让你从入口网站去进行你要补税或者是你要缴税进行的税单。那我觉得那个电子税务的文件这一个官方的入口网站真的很好用，它就是分了很多种，然后你就点进去你要缴的税，比如说像是我要缴的牌照税，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输入你的资料、你的车号，然后它还会有选项跳出来，你要怎么样的缴税，你要转账或者是你要刷卡，一样一步一步跟着它引导，你点进去之后你就缴税完毕。那当然后续的查询部分也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查询？哦，那个电子税务文件的话，你也可以申请缴纳证明。嘿，啊，如果是缴税完毕的话，像信用卡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查你的那信用卡的资料，有没有被扣款？对，有没有被扣款？那如果你要额外再申请缴纳证明，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税务入口网，或者是刚刚讲的电子税务文件，都可以再申请，就是更确认你的缴税状况。
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拿到税单也很方便，你就是不想要去缴，或者是有原因没办法出去缴的时候，你就直接扫描它的 QR code， 它一样帮你导到刚才那个电子税务文件的那个官方网页，你就点进去，就按照它的步骤就可以进行缴税，真的很方便。那个近年来税务局是非常的用心，把将这个冰冷的税务知识活化，来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税务局在今年暑假举办的小小租税主播营。孩子们勇气十足，坐上台播报云端发票、存载具、公益发票、房屋税等税务知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宇翔，欢迎收看租税新闻。与中嘉宽频吉隆合作，基隆市税务局在暑假期间推出小小租税主播营活动，两个梯次，孩子们从咬字发音到抑扬顿挫的练习，最后坐上主播台。我学会第一次当主播，然后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我觉得当主播很有趣，而且可以第一次体验。我当主播很开心，主播里面学到很多租税的知识。我很喜欢当主播，我在主播里学到很多知识，让我们可以认识后置。我在这边看到很多摄影机。当主播很开心，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透过租税主播营的活动，孩子们学习到税收知识与重要性，进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和良好税务意识的公民。哎，这个活动真的回响很不错，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简科长。税务局一直应用各种方式，就是比较吸引小朋友的方式，来将就是税务的那个知识传给学生，希望那个税务可以往下扎根。那今年在7月4号的时候，我们跟吉隆电视合办了一个小小主播夏令营，然后我们针对就是国小4到6年级的小朋友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播营。那如前面影片所讲，就是那个他会从不会一直到就是辅导到你可以上主播，当一个主播播报那个新闻。那这个活动其实我们才一抛出来，我们的 FB 然后隔天就秒杀，就40名就全部办完了，所以很受到那个小朋友跟家长的喜欢。那真的这一次其实活动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非常的成功。那有很多小朋友，就如刚刚影片里面有讲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那其中后来有一个小朋友，他有来，就是因为他有来回馈我们，就是我们有稍微跟他了解一下，他们其实对这个活动非常的喜欢啊。他今年因为他只有3年级，他就没有报到名，所以他就一直来询问我们明年会不会再办。对对对，所以我们想说这样的就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那个活动，我们明年应该会继续的再办的。对，是。那听说还有办那个 podcast， 也在线上让民众听一些税务知识。对，刚刚讲的小小主播夏令营，我们是针对国小的小朋友来办的。好，然后针对国中，国中有时候比较害羞，你要叫他上来他可能会那个，所以我们办了一个 podcast 影音网红体验营，就是说Podcast 就是那个广播嘛，就是网络的广播一个节目这样子。那这一次也是有40个名额，然后也是非常多的那个国中生，还有那个高职的小那个学生来参加。那其实我们本来想说是从整套从不会到会，可是其实这一次来参加，因为是我们第一年办，其实你不要看那个国中生啊，有的其实他很会讲，很会讲，而且人家是就是已经台讲有备而来，而且他是在比如说在学校已经有自己的一个那个频道了。对，所以就是这一次来参加的小朋友也让我们知道说，哦，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在网络这一方面的那个涉略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然后这一次也是很多小朋友都有反应，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找到那个讲师，其实他自己就是有主持那个 podcast 的那个网红，然后其实是个播主，对，主播主，而且他是个很畅销的主播主。然后他说，从很简单的，一直到怎么开设频道啊，怎么你要在怎么上架，整套都有教授。其实我自己本来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他们是怎么年轻人是怎么玩的。就你会了？对，我现在我也会了哦。我觉得那个老师真的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我们同仁也有人很多插花去听的，也都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可以跟小朋友学到很，就是
跟着网络的脉动在前进，然后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发现，哇，我们税务局同仁好多自己都开 podcast， 自己当播主，这样也蛮好的，一起来传递这些税务知识。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淑清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牌照税有民众反映这个过期没有缴税，有没有方法可以避免被罚呢？那个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时候民众可能就是没有，一般我们大概如果是自用的那个或者是上期营业用的使用牌照税，我们是托邮局在3月底就会寄给那个车主，那如果是下期的话大概是9月底会寄出去。那有时候民众可能他并不是不缴，他可能就是没收到，那没收到当然他可以透过电话请我们来把这个部分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各种原因，包含有时候信箱被人家不小心可能税单拿走哦。那这些情形下你没收到税单，您除了电话跟我们申请补发税单，或者是可能可以透过一些那个电子的部分啊，或者像刚刚讲的那个网站上啊，那个或者是 LINE 这些部分来补税单以外，我们还有提供一个很方便的，就是你在或许您在外地工作，您不方便回来家里那个拿税单，那您记得您可以到超商的那个多媒体机，那就去申请，你只要按您的身份证字号加车号就可以出来补出那个税单，然后就是所谓缴款书，然后再到柜台去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你一个便捷的方式。那税单的部分，如果说您收到了以后您没有缴，它其实过期会产生一个滞纳金的部分，滞纳金的部分我们在税单后面也有介绍哦。就像这次下期的那个营业用的那个使用牌照税是缴到10月31号，那所以您如果预3日您就会有滞纳金的产生，那每3天就是1%，一直到10%，那我们就会有那个送达以后我们会有移送执行的情形。所以但是它1/3，所谓预1/3，所以如果预3天，你如果是10月31号哈，这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这一次112年下期的营业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间是到10月31号嘛，那所以你11月1号、11月2号、11月3号这3天一样可以缴，但是不会有产生滞纳金的部分，但是它已经算逾期了，或许你有一些行政救济的一些权益或什么，你可能就会有所影响。那这3天没有滞纳金，但是逾了3日，就是所谓4日开，11月4号开始，您就会有滞纳金。例如像你14号、15号、11月4号、11月5号、11月6号都一样，这3天你只要逾了11月4号，您就是要加征1%，那一直到那个30日，就是最高到10%，就会有移送那个强制执行的情形。那我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哦，就是你如果那个没有缴税啊，一样，你如果到了滞纳期满，你把车子没有缴税，你又把车子开到道路上，它会产生一个那个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法的第28条第一项的，就是你未税行驶公共道路有一个罚则，它会有一个0点，那个法定规定的是1倍以下，那他就是第一次抓到就是0.3，那第二次又抓到就再一次0.3，那最高到0.9，就是3次0.3。好，那这个部分它一样也是跟刚刚跟大家那个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它所谓行驶公共道路就是包含停在路边的那个停车的部分哦。那但是因为它有一事不二法，所以如果说您被罚了28条第一项，就是使用牌照税法你未遂行驶你开到道路上的这个罚款的话，那滞纳金它会退还给你，因为它那个滞纳金的部分就免收。好，那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当然就是要缴那个，要按时去缴。那刚刚也提供大家一个便捷的方式，除了透过一些网路啊、电子的方式，还有就是便利超商的多媒体机也可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推的，可能就是用办转账纳税。那转账纳税我们在税单上也有提供哦，就是您可以直接写好您的那个转账纳税这个部分，约定你包含您的地价房屋如果有
房有那个房屋或土地的部分，一口气都帮你。那包含如果您办好了转账纳税，如果您有遇到退税，像那个使用牌照税，它按日计征嘛。那有些人他也遇到像刚刚讲的停驶，或者是像报废，他车子钱已经缴了，缴一年。那缴一年，就是说你例如我们四月开征嘛，那你五月办停驶的话，那我们从你办停驶的那一个期间不用课税的那个部分，免征使用牌照税那个部分，我们就会帮您办退税。那您如果有办那个转账纳税部分退税，我们会帮你退到这个账户，那就比较方便，也比较不会有可能忘了缴那被罚。那有些民众可能就会忘记，他以为他打电话常常有时候接到是他打说，哎，我已经缴了，原来他产生的那个误解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七月份要缴的那个燃料费，燃料费是一个规费，它不是税，所以燃料费是规费，这个部分是由监理机关来征收的。那他就有时候可能就以为他有缴，事实上他牌照税可能没有缴到，那缴燃料费。所以如果有办转账纳税也是比较方便，不会有被罚的情形，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如果很容易忘记去缴税的话，还是办转账比较方便。但如果你记得的话，可以用信用卡缴税，那可以赚点数也还不错。那剩下最后两分钟，我们要请三位来宾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分享一下节税的重点。我们先请简科长。就是其实会想大家尽量就是。一定用网络来做申报或者是申办，这样可以节省你的时间，还有那个24小时都可以做申办。是，所以要善用网络资源。大家如果可以在上网申办的话，就可以来运用我们的网络来进行申办。然后请秀莲科长。那在这边呢，我地价税呢，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那个优惠税率的申请截止日就是9月22号、哦，所以如果你要申请优惠税率，当年度要适用的话，就是要在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那自住好的优惠的条件哈，除了没有出租、没有营业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户籍，所以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的户籍一定要在里面。是，好，要提醒大家哦，要省钱的话，记得9月22号之前，如果你有换房的话，记得要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2%而已，不然就是4倍起跳了。好，我们来请我的淑清科长。跟大家提醒哦，有关使用牌照税的部分啊，就是记得要按时缴税。如果没有缴税，或者是你可能办理那个你车子可能你的牌被注销啊，或办缴销，这些情形都记得不要把车子开到道路上或停在那个路边的停车格，要不然会发生那个使用牌照税罚则的部分。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车子是供身心障碍者使用，或者本人自己身心障碍者的车，记得，本人的部分我们会主动办核免，那以外的部分记得同一个户籍的话，那可以来申请身心障碍者的那个免征使用牌照税。是，谢谢淑清科长帮大家审核包。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看见这些节税的重点，丰富我们的知识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按时缴税，因为缴税是国家发展的很重要的基本。今天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